OK， 好，那我们音乐请走。大家好，我在这次乐园版的园游会里面呢，饰演的是被霸凌的学生。那我在这个一期园游会扮演六种不同科目的老师，然后用不同的个性来诠释这六个老师。比较重要的一首歌的角色呢，就是一个虎尾的一个村民。这次饰演这个学生呢，是一个比较不按牌理出牌一点，就是想要出题给老师，换我考考你的感觉。最近啊，就是很多节目都线上哦。其实这也是我挑战我们，比较习惯做剧场创作的导演哦，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所以其实它有一点是把既有的故事，借由新的编曲跟新的编导进去，在片段当中做不同的诠释。那我们都会觉得它其实蛮综艺的，借由这个综艺感动到音乐剧的歌曲哦，跟戏剧的这个结合的感觉，然后让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接触音乐剧。我觉得镜头就是蛮不一样的，因为你一喊 action 的时候就会很紧张，大家就反而很乖的做好，很不自然。我们看回放的时候，那个导演就会跟我们讲说啊，哪里要再调整一下，然后哪里多一点互动啊，反而比较自然，比较轻松这样。我觉得它很及时，然后很 live， 观众其实不会离我们很遥远，所以我还是可以透过这个镜头传递给观众。有一些老师里面，我都会偷偷的加入一些时事，像最近比较红的一些角色啊 ，YouTuber 网红啊，或者是一些知名的艺人。剧情里面哦。蛮想要唱反调，我就是那种头会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但其实我有时候没有在听。就是会很容易，就会哪里会忘记要点头，哪里忘记要摇头，然后就会有的人会突然这样有的人突然这样或是有人点头没办法这样伸出来，就会蛮好笑的。有一个同学一直打嗝，很像胃有问题要去保健室吗？那就是我本人呢，就是在老师讲话的时候打了个嗝这样子。第一次录的时候我就突然打嗝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留下来用，然后刚好又拍第二次，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故意抓在老师讲完话的那个瞬间打嗝，造成一个老师不爽的感觉这样。因为我个人也是习武了多年，所以好像还好。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状态，就是我们有一个手持的一个镜头的语汇哦，其实是我们的影像导演哦，朱若正哦，在我们所说的定点式的拍摄以外，然后我们有一个比较流动的镜头，然后可以让大家用不同的方向去看到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有调整一下下走位，希望其实是 for 镜头表演，里面是有很多细节的，除了道具啊、服装，甚至演员的表情，这些都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才特别想要走进去拍。8月28号的时候看我们的儿艺节园游会，然后大家不要霸凌同学哦。你知道音乐剧是什么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个演出，这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跟好看的舞蹈，可以让你体会一下音乐剧的魅力哦。趁这次机会，刚好是一个音乐会的选粹，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戏的歌，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可以去试着找这些真正的戏来看，对音乐剧会越来越有兴趣。很特别是因为用了一个教室的方式包装这整个音乐会，它是一个音乐会的形式，非常适合合家一起观赏，大家可以一起看我们怎么来呈现教室里面的摆态。这一次啊，我们为儿艺节准备的一起音乐会的乐园版了，希望大家在轻松的愉快的状态下呢，跟我们一起欣赏音乐剧的演出。